可以杀人的感觉好棒，有一种舒畅说不出来的愉悦。来，喂喂喂，这样声音可以吗？喂喂喂，这样可以吗？好像有点大声哈，这样呢？好，这样好像好一点。好，看一下啊 ，Discord 有没有人要打？现在只有我跟小鸡。你有换麦哦？你怎么感觉麦的声音不太一样？比较烂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空间感比较大。没有啊。嗯。那比较大。没有吗？对啊，嗯、就这样。这样很大吗？嗯，偏大了，但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的声音还是那么的性感。我调一下看看好了。你要干嘛？这样呢？这样声音有没有好一点？有跟刚才比起来有差异吗？一样性感。公三小，没有啦，是因为我声音音感开比较大声。哦，对啊，你刚刚的那声音比较爆了，现在还可以啦。啊、PD 要不要玩 ？PD。前进啊！啊？前进啊！不是啦，这个啦 ，Roger Winter， 有中文。他是可以八个人玩，然后有八个生还者嘛，对不对？其中两个是坏人，然后他们必须要完成任务，逃离雪地。那其他那些坏人就想办法去破坏，但他不能隐藏，他就是不能够被发现他的身份。我要活下去了。对，我要活下去，操纵版，来啊！谢谢订阅，感谢泡泡，还有我们的开门送名组，感谢两位。还有谁要打？呆兽是吗？还有豪哥，来，有好一点了吗？我觉得休息有差哎，我现在声音真的有比较好一些，现在声音好很多了。你也感冒对不对？不是，讲太多话了，喉咙沙哑。哦，对啊，喉咙沙哑掉了。玩这个，好。昨天当两场杀手，我现在开始有一点概念要怎么玩杀手了。我觉得昨天那个杀手演得不太像，但我今天会演得更像，好不好？今天我演杀手，我会让你分不出我到底是杀手还是人。所以先杀你就对了。嘿嘿嘿嘿，谢谢我们的 Alan， 感谢 Alan。探索者夹克，你不就是杀手吗？平常的我不是杀手啊，只有特殊时刻我才是杀手。来啊，老皮安，喂，安安，谢谢宅男本性，还有风皇跟我们的 ELD， 谢谢三位订阅。那 PD 买了吗？买了吗？还没。来啊来啊，买一下啦！我五十万还不出来啊！我五十万还不出来啊！我现在头很痛。不是说分期付款吗？就要分期付款啊，不然还不出来。我只能先还二十啦，其他的三十慢慢还啊，不然对啊，一段时间内我真的还不出来那么多。皮妈不怕啦，他可以自动领取的，没有他还不怕我跑路。反正我昨天收到账单诶，心情好。真的吗？他说。亲爱的皮先生，第一期已经要缴喽。好了，谢谢陈文，还有 L A Y 四七跟我们打东东。没跟到皮妈的红包 Q Q。不是你们太多人跟上，我身体幼小的身躯挡不住，我幼小身躯会直接炸裂。不是你们，大家一股脑涌上，我真的没办法，禁不住的。你哪有幼小的身躯？我幼小身躯啊。要不要玩啦？我是退费了，退费可以再买啊。我现在还在等他下载。感谢羽翼，该跑船喽！跑船，米露比又出现了，米露比，来啊，等你们。第二个月了，我已经买了，为什么他不给我？马上下载，帮我留一个位置。你说你已经买了，然后下载不出来吗？没有啊，我买了，可是清单里面没有、欸。没有在收藏库之外，等一下，再等一下吧。哎，谢谢索哥，
没有啦，去年是啊，对齁，今年好不容易还完就七月了，然后七月过没几个月又要准备红包，哎，不是说明年不玩了，存钱，明年玩是玩啦，但是不要玩金额那么大，我们就我觉得抓个100块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老大、啊、他说我购买此商品获得2178个代币，那是干嘛用的、啊？那个是哦，那是可以换东西的小活动啦。到今天而已、哦，要换要快哦。有喉咙好一点点了，不是啊，明年就100块就好了啦。你看明年100块。像今年一样1200个订阅的话，那就要花120000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那如果说你是不是看不起皮粉，如果说你们更狂，那也是蛮可怕的。但至少不会像，因为你真的，我觉得一口气丢50万上来，我身体承受不住，真的承受不住。你哪一个人？聊天室在座哪一个人要你丢50万出来，你承受得住的？明年100没上线吗？明年100没上线，没上线，我不相信你们可以弄多少啦。你们如果弄10000个订阅，那我也佩服你们了，好不好？10000个订阅100万，好，我这个钱我花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哎、欸，感谢我们的尤凯。好的，我真的不行啦、啊，我这个要载7个小时内。你有倒下这个吗？啊，我已经屌，我已经屌了。下次台湾跟韩国是不是都是都不行？感谢子子泰德。改一订阅60个月，60等了，这么大吧？这么大、啊？这游戏不是才400MB 而已，497而已啊？对啊，才400多MB啊？为什么你抓那么久？对啊，我哪知他就一下写5个小时啊？看我刚买好，然后现在已经快下载完了、欸。对啊，所以谁的问题？为什么？手机网路的问题。你啥时换网？啊，我快要有网路了，我要跑去玩 A 片啊！你玩什么 A 片啊？来啦！哎、我要玩，我要玩，我要玩！加一加一加一来，先登录的好不好？先登录的来，到台北再跟你们玩好了。好，好，你要来台北住了？对啊，应该吧？有可能是桃园或台北都可以，因为工作是搭火车。不错，好，感谢我们的 PUFFY 谢订阅。我是希望今天幸存者可以逃出去一次啊！哎、欸，我还没有顺利逃出去过哎、欸。对啊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可是昨天明明就有大优啊，结果不逃出去。没有，他们没看那个。哎呀，我们有新手嘛，老皮我上线了。昨天就 BBOSS 在一直带风向哦，乱带风向。風向我跟你讲，他进来就先不要相信他。你就先把他打爆就对了，不要管那么多。你是不是想挑战我们下一个？我跟你说，这游戏不止带风向可怕，带错路也很可怕。带错路痴也很可怕。等一下，我要把你们声音弄小声一点，因为你们讲话声音有点大声。哎、欸，我下载好了，然后嘞，这样应该好一点。妈，声音很小声吗？哦，就准备送十把兵器。定好的声音有点爆。哦，真的吗？怪说他在下载中。好，可是没办法，那么多人哦，所以等一下要轮哦。等一下要轮了，还好啦，没有吧？昨天我不是故意杀你啊，是因为我是背叛者啊。啊，我不在乎啊。哇、啊，这是我自己的工作。他退费了，我还以为你因为我被我杀掉，所以你就退费了。哎、欸，不过坦白讲，这个游戏真的未必要杀人呢、欸。你是反叛者，对啊，其实破坏他们节奏就好啦。重点是破坏，破坏节奏就好了。只要他们逃不了，我要杀光你啦。还以为要杀光。你知道我第一场当坏人，我就把他当成 PUBG 就在玩吧。对啊，马上就被杀了。PUBG 杀我了。没有，我不知道可以鞭尸。如果可以知道可以鞭尸的话，我就先鞭。可以鞭尸啊？对啊。没有啊，你不只可以鞭尸啊，你还可以把他的尸体拿来吃。没有啊，可以把他尸体到处拖来拖去。他倒地不是只能等他死掉吗？可以鞭尸啊？没有，你可以直接把他打到死。哦，是啊。哦，我昨天大概是我没把他打死，好可惜。因为你开始打内麦要关掉、哦。打快，等一下都要换内麦，等下都要换内麦。史盖可以贴连结吗？有个消息。啊、等一下换内麦哦。什么消息啊？对。皮力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进去之后按白键就可以讲话。这款游戏又要下地狱了吗？换白键，换白键。这款游戏要下地狱了吗？是不会啦，等一下哦。
那我先给你 mod sky， 然后你贴完之后，我再把它拔掉。老皮安安祝老皮开工大吉，终于两个月拉222万2220。那算了，那不要好了。天空，告诉你，就会有些人永远再也出现不了在这聊天室。可以哦，你不能这样啊，不要这样。你们都侠怨报复这种的，神经病呢、欸？没有，我是在清除这聊天室的垃圾，好不好？欸、不行哎、欸，我不能够给 Sky Mode、欸。你都可以上去工作室了，也还要把我赶出聊天室，是这样？对啊，你怎样？我没有针对你嘛，我没有针对你，好不好？我说的不是你，干嘛自己对号入座？对啊，我说要来，你就说要走了，然后你说为什么？你再说为什么我不来？我很难过。哎、啊，你就没去啊？奇怪。Sky 撕我一下吧，撕我一下。米露比，我邀你三次了，你都不屌我。我刚才邀你三次，你不屌我。坐位置给买块啊，买块不是说他也要玩？哎、买块开麦啊！好啦，满了满了，没关系、哎，可以等下等那个好不好？我们就大家可以先买，反正我最近都会玩啦，不用担心玩不到，因为他只能八个人。那你 A 片有要玩吗 ？A 片要玩啊，可是今天可能没有。我想说找，反正免费的嘛，他应该没有限时间吧？没有。老大，我 EDF 买好嘞。是啊，来啊，来来来。不是啊，做这游戏做中文配音的，到底是在配的时候吃了什么药？可能他们先去擎天缸上面采了蘑菇吃吧，我猜。他们可能是采那个蘑菇吃，可是米露比你都没用麦，啊，这游戏没有麦很难玩哎、欸。昨天一堆人不讲话、啊，因为有这个，因为他的麦有距离限制，你要知道那个很小的技巧。因为这游戏就是要情报交换，啊，你都不讲话，我下次我真的要规定不讲话就不能进来玩，要不然就是很少话也不要进来玩，不然的话就没有乐趣了。不用现在啊，不用之后啊，现在就可以用了。在说都不讲话的，哪有？因为你不讲话，这游戏就变成那个了，就变成打斗游戏。有啊，他昨天有一直跟我讲话啊。昨天我跟呆呆兽在交换情报跟合作就很顺畅 啊。他昨天最后一局都默默的把我跟那个硬豪杀掉。哎、欸，可是重点是，我就邀他们两个，他们都不进来。有啦，进来了，来了。呆呆兽不是只会呆哦。恭维，恭维。来，那我们这边 Discord 先 mute 吧。Discord 先 mute 麦。好，来了，开始了。喂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Hello。送你下去，我要送你们下去了。讲话吗？他是游戏内麦，好小声。对啊，哎。调一下声音好了，这个好麻烦，每次跳窗出来，它又不能用视窗模式。然后如果它游戏本身的声音又很小声，就只能把它拉大声。可是进 Discord 声音又爆音。好吧，希望我可以当生还者。我这场是蛮想要当生还者，没办法，他住美国呗，他住美国啊。他等下上课吧，所以没差啦，先让他玩几场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要放假吧，今天礼拜日哎。不用上课，先让他玩几场啦。等一下换买块嘛，我们就加大家轮流玩。开定位器。他那个内麦要怎么调大声啊？就不行，没办法，你只能直接调大。我可能要在那个主画面调吧。开定位器哦。快过来开。因为我调过他是最大的了，你只能命。哎、欸、靠，初期就有熊了。快有熊了，快跑快跑。哦。哎、欸，这场菜太嗨了吧！等一下，豪哥跟我走。哎、欸，我完全听不到你们声音，我也完全听不到讲话。你们去开，我把他引开来。开过了，开过了。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快点来开塔，开塔。他走了。开啊，已经开了。开了。哇！干。他还说在干嘛？哎，谁要在这里采食物啊？哎，跟往北方走啊！谁来一个？再来一个来北方好不好？我要三个人。我现在缺一个。
我来。豪哥，你一个人乱跑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觉得豪哥有问题哦。豪哥一个烂，他刚才一个落单。北方没看到人呢、欸，很远吗？你再往上一点点，我在山上，我上山采药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先 ban 豪哥哦，先 ban 豪哥，因为他我刚才叫他等我，他直接跑掉了。他一个人落单走了，他可能去找那个箱子。先 ban 豪哥。豪哥什么颜色啊？我是新手，有人要带我玩吗？先来这个投票所来 ban 豪哥，快点。去投票吧，先来投票啊！不要让他进屋，不要让他进屋，除非他回来解释一下，他刚才为什么要跑那么快。PT 跟我来 ，PT 跟我来。他为什么我回来？你是哪一个？因为我刚才叫你等我，结果你自己一个人跑走。欸、那个 PT 按 L T 看名字。PT 在哪里 ？PT。欸、跟我来，我跟我来，来，我在你下面，我在你下面，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后面带来兽，跟我来，带来兽，跟我来，来，都一起来，都四个人刚好，来来来，有开门的话，等一下把屋子搬干净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然后皮弟，你现在看到这个地上这个草是药草，打起来之后可以补血，有看到那个光吗？那个都是电线，那任务就跟电线走就可以找到了，我可以先拿药草吗？我刚才被先来。那不急，用左键打他可以把他打下来。来这边可以开，来拿东西。这场还蛮顺的，我觉得这场应该没问题。好，拿进去，打有机械零件，请先给我好不好？机械零件给我，然后我们集中起来。外面有熊哦，注意出去一下，小心哦。我这边多一桶汽油。你看有谁刚才拿汽油的，再拿一桶吧。来兽在干嘛？哎、啊，熊！左二的箱子有、啊、靠背。等一下，我被熊追，你们先走，快点！啊，胖子要死了！跑哦，跑哦！啊靠，我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快！尽量跑！他追我，他这样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跑就对了，来，分开坦，跑！往这边走，来我这里。欸，我把他拖过桥了。他不会过桥啦。你咋了？先打一点，打这个。可以直接吃，先补点血吧。来，我打了你们捡，我没存血，我打了你们捡。下面还有一个石头，旁边还有一个。皮弟也捡吧。找电线，电线应该往那边延伸了。欸、要回去找一下，这边上得去吗？上面应该还有那个药塞吧。欸，老皮要注意温度哦，我现在有点失温。没关系，哦，找到了，在这边。可是现在要想办法找那个啦。我这边有三，啊靠，要多少？这边是那个呢，他要电路板。老皮，你有几个？我只有机械零件，我没有电路板。我这边有零件，你们在哪里？一个都没有。被启动了，所以。确定他四个。皮弟，你那边有没有绿色电路板？我有齿轮。那好，没关系。我快冻死了。那不然我们先回去哦，跟我来。我要冻死了。靠，不行了。不行了，熊还在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有个熊肉啊？完了！我好了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刚才一直在弄这个。不要掉我！谁掉我？可以看吗？二十一，老皮跟皮弟啊，这个我关不了。快帮我做火！21确定耶，真的帮我做火，我现在非常需要火。我也快冷死了，不要票我来，干嘛票我？真的是。那你为什么刚才不跟我们一起走？你刚才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？然后你们都不来，我走第一个你们都不来。
好，那我不票你。那么多，我们需要四个电路板，四个电路板。我快冷死了，你们现在要让我取消了，我取消了，可是还有一个人取消。你快先中个火把出来帮我点一下，不然我真的要死了。好，我身上有电路板，你带我去那个维修站。有三个，里面有三个，我刚给他了，啊，还有三个。我这边还有一个，所以有总共四个。火把，火把，先帮我做一个。电路板给我，电路板给我。按什么看别人的名字？给你。按 LT 可以看。欸、老皮，你带两个人往右走，那个房屋的正右方有房子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收集火把啦。你们在哪？不是你先把那个票的取消好不好？先把它取消，不然他要死了。刚才来不及投啊。电路板缺三个，你要先找另外三个。有，我这边有四个，我这边有四个，不能进去。我现在只能很可怜在门口取暖。所以你看，豪哥。是不是绕单走？你昨天我绕单走，你也票我，你先绕单走，我也是这样怀疑你，是不是？欸、老皮，要不你带我去那个、啊，带我去那个。你木头给我，木头给我，木头给我。好，木头。你身上有几个？你身上有几个？正右方好不好？一个人跟我来正右方。我身上有四个，我有四个电路板。好，就四个电路板。来，那个皮蒂，没关系，我带他去，我带他去。米露比，你跟我来好不好？米露比。好。来，我跟我来。你不会把我杀掉？把我的票记得取消掉，他不然我这边不会啦。很近，死不了，在前面而已。你去砍木头，帮那个篝火加料就可以了。没有，我现在连斧头都不能做啊。加料不加价，不能进房子，要拳头打。加料不加价。友情破坏游戏。我不是用 skin 弄拳锤子 skin 怎么没有出来？算了。没有啊，你要按套用啊，没套用就没有啊。哦、oh. ，这里，跟我来，这边有熊，小心哦、喔。开那个房子开了哦、喔。对，那房子开了，我们拿过了。你应该不是坏人吧？不是啊。来这边。有。我慢了一步，有点可惜，就差几秒钟而已。修好了。去下面的房子，去下面房子生篝火，还是你要独跑回去？我们可以跑回去吧？你体力够不够？够啊，我体力是够。那我们就跑回去啊，距离蛮近的。其实也不用啦，我们可以在外面收物资。哎，你看是不是？就豪哥开的哦，就豪哥开的，一下变他啦，不要让他那个。我弄点那个补血药回去。不用，先直接走了。来，祝我考研顺利。雷哲考研顺利，加油！研究所加油！我跟你讲，那个被人不能取消。对，我们小屋在前面。哎、欸，被人不能取消啊！不要让豪哥进屋。不要让豪哥进屋。为什么不要让我进屋？我都要死了！我刚才看到你刚才走往上走之后，那个背叛者箱子就开了，你不要让他进屋了。他背叛者箱子开了啦。谁背叛者？不是，刚才豪哥往上走之后，我们刚才不是去那边吗？桥那边的背叛者箱子被开了，完了，你让他进屋完了。终于又回到老皮的怀抱了，波浪符。没有啊，不能投了，没有豪哥了。不是，因为你取消了就不行了。豪哥死了，他死掉了，所以他不再留、哦。那还好，没有人放他进来。谢谢凯哥。哎、欸，我身上有汽油、欸，哎、啊，那可以干嘛？哎、欸，老皮，你来。汽油那是用那个篝火的，没什么用。哎、欸，还是怎样？怎么了？不是很确定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到后面过。做柴可以弄别的东西啊。你换别的东西？做东西用的。什么东西？不见了吗？奇怪，什么东西不见了？风雪停了。跟我来。来跟我来，呆兽，他身上有东西吗？没有吧。呆兽。等一下，哪里还有矿石啊？跟我来，快点跟我来，这里，来，哎，那个挖矿石的下来，这边、啊。哦，要开那个，好，来。我现在要时时刻刻注意他们，到底谁？就是行为比较怪异的，宁可错杀，也不可放过。来这个位置，你们都好人吗？
你们是不是都好人？都不讲话。我是怕你不是好人啊。我是好人啊。熊过来了，熊过来了。啊，老大，我今天相信你啊，老大。是不是相信我就对了啦？那我们先开这个门吧。啊，我人这么好，对不对？用过都说赞。不对。你们帮我把那个，帮我把零件拿一拿，我需要那个金属零件。有，我这身上几个？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。我再拿到三两个。这边，这个箱子还有一个。对，拿。OK， 那我们应该可以了。好，走。跟我来，这场赢定了啦，这场赢定了。兄弟，那个这场的坏人不会玩。真的哈、哦，你是不是坏人？不是啊，我是坏人，我早就去炸那个修理站了。也是，我觉得豪哥应该是坏人啦、啊。我大概90%猜测他是坏人，不然他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自己一个人绕单走？哎、欸，该、欸、没有有没有人刚刚去拿那个？哎、欸，我身上有黄色的那个，你这个可以拿，米露比拿。对，拿黄色的。生存者 ，Roger。有啊。这边是。来，哎、欸，找不到哎、欸，那哪里啊？我觉得在下面呢、欸，老大，我觉得在下面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被破坏、欸，被破坏了，被炸了。好，所以确定我们三个不是坏人，好不好？就是米露比你还有我。在下面呢、欸。这边还有一个。哎、欸，被破坏了，你们检查一下，清点谁刚才不在身边的。他们是不是没有拿蓝那个黄色的？只有我们三个有哎、欸。是哦，那我电子的多拿一点，那到底下去修。来、啊，走。所以应该是要往下走吧？对。那里面还有东西，但是我已经满了。没关系，等下再去处理吧。有什么东西？如果是汽油啊、木材那种，就没差。喂，有没有拿黄色对讲机在家里面的？听到请回答。黄色对讲机在。往下走。这边有路啊。黄色对讲机在，听到请回答 ，Over。麋鹿，你等下拿镰刀多砍一点那个药草跟那个浆果回去。快冷死了。等一下，要不要先打点木材取一个暖、啊？你有那个吗？你有那个？我有篝火，你有篝火，那等一下。谢谢我们神秘世界树，感谢订阅。那要不要先进来取个暖好了？好。给你的位置了。喂。定好，我也觉得怪怪的。嗨，呆手。我有镰刀了。哎、欸，谁拿一下那个金属零件？我身上满了。我拿了。暖了吗？取暖取好了哈。暖了我们就走了。这个箱子还有两个，这里还有两个。没关系，答案哪？我身上已经满了。哦。有没有在家里面的？听到请回答 ，Over。他们都没回应。等一下，我可以拿。我发现我东西可以重叠。等一下，快点，我时间有限，剩15分钟。Hello。哎，有没有听到？请回应。我们现在北方的通讯站坏掉了，你们可以修吗？要先开塔才能修，所以我们要先去把那个直升机平修好。什么叫锁零件？你们去帮我们到北方通讯站。帮我们把那边重新开启修复。刚才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人落单的？哪个落单的有吗？奶哥啊，奶哥落单啊。奶哥是凶手，打票他。奶哥凶手，打票他。哦，有。跟 PD 在乱说啊，跟 PD 才是凶手啊。可是 PD 有黄色，表示他们有不是？那 PD 有黄色，表示他们有蓝色啊。啊，没有蓝色就应该不是凶手。差一个，我快饿死了。
先把它修起来吧。OK OK OK， 好，我来去修通讯站。你们有人到北方去行动了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汽油。米露，你拿镰刀砍啊！还是你镰刀丢了？为什么他们这样还可以领背包啊？奇怪，我们不是都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吗？你们捡里面，我身上还是满的。有了有了，我现在是真的有点饿。哎、欸，还是我把零件丢在附近，然后到时候有机会要回来修。如果被破坏的话，好啊。修理不用额外零件吧？要啊要啊。不然你把它藏在石头后面。好的。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。下面那个。我们走我们走。请大家帮忙票奶哥。哎，剩五个人活着哎。剩五个人活着哎，怎么可能？哎，跟我走跟我走，快点快快，跟我走，我们走我们走。哦，我快饿死了，我吃个东西。好，你先吃。剩十二分钟，我们速度要快了，所以我猜应该是他们那边已经坏人，应该是已经赢了。假设我们三个都不是坏人的话，我是表示这里杀错，曹哥杀错喽，有可能。那先回去，我身上有那个枪械零件，我去做把枪。好好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米露比快跟上跟上。惨了，我觉得现在情况不是很妙，因为五个人嘛，假设剩下两个都坏人的话，表示刚才豪哥白死。然后去哪边吗？看不到你们，你就沿着那个脚步走，沿着脚步走，沿着那个脚步走，看到吗？学弟走，待会我等他。米露，我听到你的脚步声，啊，走，这边，有了有了。怎么办？他们现在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嘛。刚才讲无线电的是定豪跟皮弟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、欸，他们修好了，所以表示说，哎、欸，他们修好了，所以表示应该是有一个，有一个应该是好了，一个坏人吧。呆兽不是坏人，呆兽死了吧？应该就哪个？呆兽死了吧？皮弟不知道有没有死。先不要挖了，皮弟听到请回答。先不要挖，我们直接回家，直接回家。有啊，我有在看聊天室啊。这边，你看，果然死光光了。我来看豪哥是。我先叫飞机。OK OK。幻月，你先等我，幻月。该怎么了？这个呆呆兽跟皮弟是坏人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对，他们在追杀我。要走了。我不是坏人，我是好人。我来了。跟我来。我都在门口。跟我来。皮弟在哪？皮弟在哪？他们走，来，走，直接走，快点。不要打我枪械。好，不要理他，我们走。我不要他。现在是要怎样？我们不是已经叫无线电了吗？把他烤死，把他烤。对，把他烤死。人多就是力量。有没有食物？快死了。没有，你去旁边敲一下，旁边那果树有果树有。好，取个农，我取。不用了，你直接跟我们走吧。我写剩一点点了，我不知道撑不撑得住。好，有没有医疗包给一下定好吧？跟我讲，我也敲一点。大家直接跟我们走，我们知道直升机的位置。OK。奶哥为什么都不讲话？十五会敲一下。奶哥为什么都不讲话？来，走，还有没有人在屋子里面的？下面，老大下面。好，来 ，Let's go。老皮，大家说个皮弟都是坏人啊？是啊，我就觉得皮弟应该有问题啦。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现吗？为什么？先跟上吧，先跟上。
因为我蓝色的对讲机。你们在哪一边？对讲机正常啊，本来对讲机就有正常啊。奇怪，皮蒂新手怎么会做对讲机？一定是捡得到啊，可是对讲机捡得到啊。可是我是他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？因为我的发系统应该不会。所以他自曝是不是？哎，赶快往下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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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！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！直升机到了，听到无线电的生存者，暴风雪即将来临，赶快到无线这个直升机救援场这边，救援已到达，赶快，赶快，暴风雪来，快点！还有谁没到的？还有谁没到？我还没有，等一下。哎，我没上飞机啊！14个月了，我还没上车啊！啊靠，我还没上车！死光光！我还没上车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等你。啊，那在教室无线电，在教室无线电。雷皇要被放生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先跑回家，先跑回家。再叫，还可以再叫。因为我刚想说先等你们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路路我认得啦，反正拿我带你们走。要注意待在手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哎、欸，差一个，差一个，差一个。刚才不是还后面还有一个人吗？他跑哪里去了？啊、算了算了，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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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撑不住，会撑不住。谢谢订阅，88,888。要去了啦！我跟你讲说，停下来怕他们迷路，等他们一下，帮他当个向导。有没有跟上？有没有跟上？这边雪中看不到，我有跟上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我现在已经开始扣血了，我已经扣剩一半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快到，快到，快到了。可是我怕等下会遇到杀手，就是这个天气，我很怕大家走啊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说我吗？大家都在这边啦！哎、欸，完了！它、啊、里面不能开枪啊！它、啊、里面不能开枪啊！你食物够吗？没关系啊，不够也没办法啦。没关系，定好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。等一下我们等，我们等，我们等。暴风雪结束了，等一下那个暖取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跑。先靠火炉补一下吧。来，先走，快点，快快快！来哦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哦，来哦，三、二、一，走走走走走。还想逃啊？跑不掉。喂，他这个字好烂哦，这为什么不能这样直接丢？我已经上去了，你们在哪里？没关系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我先走吗？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我死去了，死掉了，哈哈哈哈！你是好人吗？你是坏人啊？其实你刚才直接跑，丁好，其实你刚才直接跑、欸，哎，我刚才丢烟雾弹，想说把它留下来，就直接走出去就好了。可恶！没关系，他要死，他要死，他死，他死。所以还有谁活着？都没人活着啊！应该还有一个，就刚跟我们在南边那个，忘记名字了。他上飞机啦、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有吗？那应该等飞机飞完就 OK 了吧？不过他也可以逃走哎、欸。你要老呆帅没死啊？他还在啊，剩他一个人了。啊，他撑不久。哎、欸，不然我们他也逃走而已。来啊，我们来鬼上飞机好。他知道飞哪里吗？他不知道吧？他刚没有，他不知道了。哎、欸，可是他任务有指标哎、欸啊，他看得到啊。有标示啊。可恶，应该要让他那个米露比去把他给毒死才对。没有，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上飞机。背叛者不用、啊，一开始没有回头杀呆呆兽。不然刚刚应该可以回头杀掉他，那个数字还多的时候。对啊。那是迷路啊，迷路好像在外面迷路了。对啊，迷路刚才不是已经上飞机了吗？他刚才那边讲说我要上飞机喽。
我没有听到。应该走了啦，因为第四个打勾，应该走了。对，他走了。我才560分。欸、我游戏要重开，我听完全听不到声音，这么惨。好，那你先重开游戏啊。磊哥逃生成功。机车，我这场凯瑞、欸，结果还死，这很机车。这场这么凯瑞，结果居然死了，死的这么没价值，没有那么没尊严。想说至少掩护一个走，其实我刚才可以直接上飞机啦，但是想说就是帮大家一下，因为有些人新玩家，先让他们过关。体验一下游戏的乐趣，不然都一直过不了关，会很容易就挫折感很重。但豪哥是真的被我 ，Hello， 被我害死。豪哥 ，Hello， 豪哥，豪哥死去。我那个退费按已经顶一半了。我不是故意的哦，你刚才又不跟我走，我叫你停一下，你又不停。我就先走，然后就看到你都不见了，所以我就先过去看啊。我在你后面啊。那时候我就跟你讲说你在哪里。所以这就是一款真正的霸凌游戏。对。然后你走回来就看到我跳出去，真的是。哎、欸，不是我好会装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不会玩，他还不太会玩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老皮，我没加到，老皮。老皮，我没有加到。为什么定好会有我们的那个麦克风啊？可以麦克风可以做也可以剪啊，可以做出来也可以剪。那可以剪可以做啊，所以你不能拿它来当成背叛者的频道啊，因为你这样的话你会被发现。我刚才讲一讲，讲一讲怎样傻眼，讲我就傻眼。在我的麦克风，游戏的时候，一刚开始游戏，你可以用来知道你的朋友是谁。喂，有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最好不要让我当坏人。那我当坏人，我就让他们生不如死。一开始应该可以先收掉一个，然后尽量破坏他们的设施啊。刚才他们破坏设施的频率太低了。如果是我在附近破坏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人直接跌倒了、啊？谁啊？为什么有人直接死去？谁死掉了？谁死掉了？喂，有声音吗？定好啊，定好直接死了。有声音。哦，有。定好为什么直接死掉、啊？他断线了。要不要重开啊？要重开吗？重开一下好了。我直接断线了。好啊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没关系，反正我没当到坏人嘛。太神啦，二个月了。太神啦，谢谢订阅。有没有看一举两得 ？Bon la game cycle。反正我也没玩到坏人，我直接闪跳，对吧？大家再看分析。Hello， 手艺啦，刚刚断线。等下再捞买快来吧。有了吗？还有谁没被邀到？哎，我进来了。刚刚皮弟的可阴险的阴谋，可恶！他被你打掉，看一下 Discord， 边缘人获胜，边缘人的胜利，笑死！刚皮弟说：“谁、那个戴手，定好落单了。”马上就把戴手也拖出来了。OK 啦。买快，现在退费还来得及啊！所以那个背叛者怎样？背叛者怎样？对，你怎么每次都被断麦？来，拜托！谢谢我们的悠悠耶！感谢订阅。最喜欢你坏坏的样子，阿斯射了。阿斯射了。对啊，只有背叛者可以开箱。
可恶，又是幸存者。Hello, hello， 怎么又跌倒啦？又有两个死啊！哎，我又爆了，为什么？你们两个重开游戏喽？那就大家就再退出吧。你们要不要重开游戏啊？就整个重开。我重开游戏。我也重开游戏。他这游戏积分其实赚蛮快的，一下都赚到了。一堆人腿软。不是啊，有些箱子是只有背叛，有些箱子是一般人也可以。这是一款开发中的游戏。好。那他那个什么幸存者空投嘞，那个就不行啊！只要空投类的都是背叛，都是坏人的东西、啊。不是啊，他有一个是像那个瓦斯桶的那个也是哦。基本上野外的箱子都一定是叛变者的，只有没有也有一两个是逃生者可以开的哦。来 ，Come on。可是皮蒂，我觉得以你的心机，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还是不要开箱子。没有吧？坏人不开箱就吃土啊！奶哥呢？我给过。奶哥呢？有。奶哥不在线上啊。你们满了。奶哥到底要不要开游戏？坏人不开箱没办法破坏啊，要他那个破坏的零件。你坏人还是要开箱啊，你坏人不开箱，你拿不到零件，你不能破坏那个机器。你要拿零件跟点数啊，那很重要啊。只是你要不能被看到而已啊。来吧，来吧。没有啦，我是说 PD 啊。奶哥测试不到的话，会不会是右上角没有把那个打开？可以一起玩吗？我之后有找时间，我开观众场，大家来一起来玩。好了，奶哥听得到，奶哥听得到吗？有啊，听得到啊。奶哥听有啊有啊。我刚才东西我完全听不到，也没办法讲话。真的我刚也是这样啊，我刚测试很久，他上面都不要改，他会跳跳，应该怪怪的。那要一够了吗？我可以了。一够。皮蒂每次讲话，他都被断麦，好可怜啊。比利跟他讲一个，通通被断麦，可怜的皮蒂。好像有机会可以当鬼，可是下面那个提示是写幸存者，所以我猜搞不好就是幸存者。跟这个灯没有关系，这个一开始杀手也是这个灯。这是有人听到吗？怎么又有人断线了？又有人跌倒了，不是他了，受不了哎、欸！怎么一直断腿啊？如果开观众场，啊、老皮应该是几条命都不够死。对啊，来啦来啦，先过来帮忙开定位器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带我看什么叫定位器吗？这个啊，这就是定位器啊。然后它那个雷达的方，雷达的方向就是那个目标点的方向。哎、啊，我去找哦。来，一起，哎、欸，你不要一个人跑，你一起，来。死啦！来，我还在这里啊。看上面的。走，跟我来。呆兽，跟我来。大家最好两两一起行动啊，才不会被绕弹被抓掉。这边。要不要先点名啊？好像有人落单欸，落单台的把他给那个逐出啊。哇，这门没开，往这边走。我看到电线杆了啦，但是要再往深一点走。我在想可能要炸墙哦、喔欸。没有，这不是炸墙，这不是炸墙。可以绕过去吧？绕背就好了。来，我们大家看有没有那个吧，东西先开，
要不然我们也不够零件。这边应该可以先把那个捷径打开。来哥，来来来，开捷径吧。有了有了有了，那是比地吗？哎哎哎，哦，那是麋鹿比，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，麋鹿了，往上走往上走。跟着我们，好，看到这里这里，左边左边左边，跟着我们的脚印就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开门开门。运气还不错，拿到很多零件。我这边还有一个那个电路板，哎、欸，应该是零件吧，帮我拿一下吧。都拿光了吗？那我们走喽。我们走，我们走。对啊，观众场我当鬼就没有用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跟电线杆走。来这边，来这边，定好来啊，定好，好好好，这里这里，要快一点。哇，这场也是蛮顺利的、欸。你们上总共有几个？够吗？要电路板，还差四个。我有三个。哎呦，那我们还差一个电路板。附近找一下，附近还有房子，欸、找一下。绿色的，绿色的，绿色的，捡起来啊！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欸、有了，哎、欸、，nice！ 弄完就先，弄完就直接回去吧。欸、没有，没有，那个刚刚丢的是飞剑。啊、哦，没关系，来来来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沿边边的话会有那个。哎、欸，我快冷死了，我快冷死了。我也快冷死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跟你一起走。现在有水的话，不要踩水哦，会。对，不要踩水源。你往左，往左吧。哎、欸，我们往左，好像没房子哎、欸。那我们先回去好了。有看到房子吗？再回去，有的话再通知一下。有啊，有有有，来来来。Nice， 三个三个，刚、欸、好。因为我故意弄最胖的角色啊。没有啦，观众场的话就是真的不能 ghost 都不好玩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废料零件哦、喔，你帮我捡一下，等一下需要九个。你、欸、这边都有，这边都有，哇，很多哎、欸。来来，捡一捡，捡一捡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快，要快、啊。我哎、欸，我挖人死了，我已经手剩一格了，我剩一格了。你血剩一格是不是？不是我那个。没关系，那个没关系，那个没关系。保暖，保暖。那个无所谓，来来，直冲，直冲。放完之后直接冲进去家里面，反正那边离家很近，不用担心。在里面，你要过来吗？我要修复，我要修复了。我在等你们，我在等你们。我们在那边集合，集合完一起回家。反正至少目前暂时确定，我们这几个应该是 OK 啦。沿途回去注意一下箱子有没有被开哦。有吗？我说沿途回去看一下那些箱子。来来来。来，那就是其他人了。快，我快冷死了，快冷死了！冲冲冲，也走走捷径，跟着电线走会走，快到捷径。是不是走比较胖的走比较慢？有啊，不都一样吗？好像有点感觉比较慢。要来喽！还暴风雪 啊！不行了，我要死了。那些旁边有人都可以拉。撑一下，撑一下！救命！你怕我扛不动你啊？拜托！救命哦！没有关系，吃掉之后。哎、欸，我快倒了，我快倒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剩下两格血了。来来，家里有急救包，有急救包。在家门口是还好啦，倒到家门口还有救。我听到火的声音。这里这里这里，听到火炉了。这里这里这里，来来，家里有急救包。哦，差点死去！急救包，急救包！等一下，我可以做一个，可是我可能要自己补。补不回来啊！等一下我们要找第二个。现在我们这边几个人？一二三四五六。哎，谁在外面还没回来？起来，放进箱子里。一二三四五六。
还有急救包？谁还没回来啊？我们这边少谁？没有急救包了。我们这边少谁？奶哥是不是？奶哥应该是坏人哦。啊、那直接变他吧，先变他吧。可以给我一个那个吗？无线电吗？我也没无线电。先投票，先投票，先投票。你看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奶就我们被破坏了，所以奶哥确定是坏人了。奶哥确定是坏人，等下看能不能开枪把他杀了吧。就剩他一个在外面，然后他把那个设备关掉，所以他百分之百的坏人。我有枪了。好了好了，走走走，先不用急着修吧，我们先定位啊。好。来拆开。那现在去哪里？帮忙开定位器。定位器，定位器。好了。在左边，左下的样子。我先弄点食物吃。所以我猜啦，我们其中一个还有可能是坏人，然后。有可能就是我不是哦，我一直都在家附近哦。有可能就是那个断线的是坏人。所以这场坏人只有一个有。那我们刚一开始断线一个人了。好一点。哎，我的食物啊，我的食物。定了这个。我的食物要还我啊。没有，我这个我自己打的哦。谁把我食物干走了？我都要死掉了。谁把我石头都拿走了？我石头呢？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。OK OK、欸。需要吗？我拿回去给你。给我点食物，给我点食物。放那个，留一点放那个箱子里面就可以了。拿食物给我，拿食物给我。我先出去，我现在身上够可以修了。这两个给我好不好？感谢感谢。在哪？来，呆兽呆兽，你等下把那个金属零件捡起来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做了那个麦克风、欸，哎，我有听到奶哥在讲话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他在跟谁讲？可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声音、欸，我听不出来是谁、欸。鬼啦！你做什么颜色的？你做的是哪个颜色？我做黄色的啊。来来来，先来吧，先来吧。来，老皮你。我们这边谁身上没对讲机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没有啊。我也没有。哎、欸，大家说有乱捡，我给老皮的哎、欸！你是坏人，你说为什么偷抢？为什么偷抢？闹了啦！如果是坏人的，早就有了，不能捡啊！来吧，走吧，在左手边，左手边应该是在 W 那一格吧 ？W 格啦！哎、欸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哇！快快快！小心哦，小心熊！哎，等一下，先不要过来，我放夹子，让引他过来，引他过来，引他过来。这些东西好小。对啊，快，呆兽，我们先走，我们先过去吧。你身上还有几个？啊、靠！引他过来，这边有夹子，引他过来，引熊过来。你身上还有几个那个零件啊？四个，那够，我们直接走。你应该不是坏人哈？当然、啊，我可以 trust you 吗 ？Can I？ 当然可以的、啊。真的吗？你要对天发誓吗？你要对天发誓吗？I'm so scared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来来来，那些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哇，需要油料 ，shit， 这需要油料，那去找油料。你用对讲机跟他们讲一下。Holy shit， 居然是要油料啊！你跟他们讲了吗？啊 ，PD。
你身上有没有油料？油料刚刚订好，那边箱子有两个。我们先收集油料了。哎、欸，米露比，米露比来，米露比来，这边这边。哎、欸、靠！哎、欸，谁放匣子？你放的是不是？哦，他们两个坏人。谁开枪？谁开枪？救命啊 ！PD 是坏人，救命！这一个、哦，他自己中计的夹子了，救命啊、哦！我来桥头。位置位置位置，左手边左手边的桥头。啊！变、哦。可恶！都快大功告成了。嘿嘿。心狠手辣，真的很贱。哎哎哎哎。所以你们都是坏人，是不是？我皮弟刚杀老皮哦。对，他这氧气都怪怪的。先回家，先回家，撑不住了，撑不住。可恶，被杀了。为什么不做枪？因为我想说帮队友完成任务啊。反正呆兽做枪了，我就不用做枪了。谁知道刚才呆兽没帮忙开枪？呆兽刚才没帮我开枪，他不然他刚才不知道干嘛。但是他应该不是坏人。哎、欸，记得鲁方他们啊！对啊，先做枪支，欸、放一下他们哦。我想说，我身上有九个金属零件的话，可以一口气直接把东西修好。奶哥跟皮弟，你投奶哥好了。我觉得他们要先修直升机停机坪，然后再回来打电话之前，先再往上走，这样回来可以直接顺路。因为你先去弄那个的话，你还要跟奶哥激战，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，所以你应该是要一个人在家里面顾这个电话，因为你现在知道犯人都谁了嘛，所以你应该是要一个人顾对讲机，然后这边这四个，其他人全部去修。那只要那个奶哥，他又不可能一打四，所以最多就是可能跟 PD 嘛，哦、那就是三打二。他越倒了，好，不然就二打二。等一下，我们出了门之后，你们有没有武器啊？我没有。拿一下，我还有一把。可以啊，可以把他拖走，但是他走很慢。重点是走很慢。拿油料，有油料吗？有啊，上。等一下。跟我来，跟我来，我们去找吧。生人肉离开，对啊，哎呦，出来哦，出来哦！刚楼下，刚下面有一间房子还没开。反正我觉得他们还是要先修停机坪，那个东西先不用管它，拖，要不然只是拖时间而已。先弄停机坪，然后再想办法。回家嘛，那可能就是变成二打二，一个人。我踩水啊！哎、欸，怎么跑去踩水啊？这也太厉害了吧！会把自己人死。哎、欸，房子嘞？我刚劝你们说我啊，这里这里这里踩水，快过来！又冷，又冷啊！没有啦，反正现在确定就是说，就皮弟跟奶哥是鬼啊，那你应该就变成说是二打二啦。反正你只要直接开了那个通讯站。直接开通讯站之后，家里面的人马上秒打电话。我拿了一个。打完电话，你就不用管他，因为打完电话之后，直升机就一定会来。那就只是变成说，家里面那个人跟上面两个人合流，因为那边捷径开了嘛，他可以直接往下跑。来来来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还缺一个人，快点过来，来来来。我现在也是鬼啊。先杀我是正确的。有一个，两个，绕啊圈圈是不是？哦，可是重点我刚才踩到夹子来不及了，因为皮弟他刚才在那边放夹子埋伏我们，你们算蛮聪明的啦。两个，两个给我，两个给我，别在一起，不要占位置，两个都给我。是有熊吗？好，然后东西能拿进来。等他刚才踩到，不知道踩，不知道是不是踩到。还差三个，还差三个。
救援载具已经出发，先回家，回家一趟吧。你们还没有印象中哪里有房子可以开的？没有啊，都应该开过了。明日可以相信，太可怕了，连自己的弟弟都会背叛你，是不是？这是皮力刚才自己踩到，超好笑。但是我可能不敢把他打死，他就在原地了，怎么敢把他直接打死啊？无线电现在被干扰。已经没意义，因为他们三个在一起没意义。有没有人要捡？来掏枪哦！枪捡一下。我已经有了。怎么会有人的麦嗯嗯叫？听好了，麦好像嗯嗯叫的样子，他的麦好像有问题。大家说刚刚也倒了，哦，他先倒是不是？原来豪哥断线，哇，好可爱啊！夹子好像比较强，我觉得夹子比地雷强啊，地雷只能炸掉大概三分之一血量。你夹子配枪可以直接秒杀一个人，听我的麦有问题。这件我跟老皮说过了，他人家鬼打墙，鬼打墙哦，啊，不行，鬼打墙哦，这也太路痴了吧，哇塞，超惨的。他那被干扰是因为他麦克风问题还是无线电啊？他为什么要无线电讲话？那个屋子真不住了，干嘛要进去里面啊？可是不再被干扰，虽然麦有问题。都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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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。走吧。I am the robot。嗨嗨 ，just kidding。这边就还有一个哦，他们在干嘛啦？这边就还有一个。PD 来了 ，PD 跟他们交错而过，叽叽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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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他讲话的声音是这样吗？还是只有我听到？我也是这样的。我死掉了，我踩到那个地雷。你踩到地雷死掉了？我踩到地雷，要不要拉一下，兄弟？雷包。那个等一下，雷包。直升机那边。雷包。来了，我来了。你血剩多少啊？你刚才血剩多少踩到地雷的？不要那么硬啊！小心他们啊！没死啊！哦，我以为他听得到我讲话。为什么他讲话好像外星人？没有，他破坏者把我们的无线电弄坏了。那听起来……定好你的麦有问题。接触不良吧，我觉得麦接触不良。要不然 I am 罗罗巴，快笑死了。不是他不是在我附近吗？那为什么还是会这样 ？I am 罗巴。我们要先去把那个。有到坏人一开始到底有没有对讲机啊？是一出生就有吗 ？Yes， 一出生就有。哎，我们要去通讯站。哎，他的机器人，他机器人只有一点点机器音的。真的很好笑，他机器人只剩一点机器音。可恶！看来他变成人类了。Hello， 我们还有九分钟，还是有点电子音的感觉。等我一下，我回去刚那间屋子一下哈。所以其实我认识他那么久，他就是前面有弟弟，有人在上面哦，有人在上面哦，我刚才看见了。瞄瞄一下是谁？是那个。皮弟要杀了，三个都想把他干掉。皮弟怎么绕那么远？皮弟八七哦。他们两个随便一个嘛。皮弟绕那个路也太绕太远了吧？好，我带捕兽夹了，等一下装好之后直接放捕兽夹。哇，他想要杀他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刚才皮弟枪很强？他那个枪是坏人的箱子里面拿到比较好的枪。
没有人。可是我不觉得皮蒂活得下去。他要死了！哇，皮蒂好会哦，他还走到那个水里面去，北七，冷死，扣超快的。开场问说谁的对讲机会不会有人自爆？应该不会有人那么八七啦。但是上一场皮蒂他第一次玩，他不知道，他躲在这边。我觉得皮蒂要死。他再不走就死在这里，还想瞄啊？啊，是不是偷看台？啊，是不是偷看台？这不能躲风啊！这样不能躲风啊！怎么有呜呜呜的声音？他死了啦，是不是？哇，居然还有柴火哎、欸！哇塞，给他捡到一条命。其他应该是回家了，好吧？看来他应该不会死。对啊，这游戏一堆怪声音呢，很可怕、啊。其他应该在这边吧。然后冲去修体力瓶，然后马上回来开，我们就直接跑去守体力瓶了，只能这样了。先走线。如果路上看到他们，就干掉他们就会轻松一点了。他比较不会破坏需要这个速度不会那么快。好了，暴风雪停了。好，走。背叛者的能力还蛮强的。我快饿死了。这游戏怎么玩？就是合作的游戏啊。这一场会不会很久？不会、欸，其实快的话节奏蛮快的。跟一下，跟一下。他们应该没办法了。原本预期是四个人，结果现在只剩三个人。如果你四个人还有搞头，只是豪哥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要死掉。他说他断线了、啊，不然豪哥活着的话，他们还有机会。可是现在豪哥死了。各种拾荒老人，重点是奶哥从头到尾都没出场，就最可怕的。还是他该不就是一个人？是这个方向吗？一个人默默的躲在那个通讯塔那边。啊，对对对，躲这里，躲这里。对，这里很危险、欸、不是、欸、这门被关起来了啦。上面吧，是往上吗？因为这个门被奶哥破坏了，奶哥死掉了。把他关起来的。奶哥你死掉了，奶哥。奶哥你死掉了吗？我觉得奶哥蹲点、欸、也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没有没有，他应该没死啊，是不是在北方啊？有点忘记，糟糕，又有暴风雪要来了，又来暴风雪，别闹了，没有，这个是最后的那个暴风雪，这里，哦，原来在这边哦，我觉得奶哥应该没死，左边边一点，怕有地雷陷阱，对。奶哥死了吗？活着吧，因为你当背叛者，你又不用回家，你靠 buff 跟那个捡柴火就可以无限生存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当背叛者，我也是整场没回家，我还不是一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觉得他会死，这个定好一定会死。又快饿了，剩四分钟了。我们看哪个躲哪里。对吧、啊、箱子被开了。哎、欸、谢谢我们的 ROI, 感谢订阅。这重点是他们刚才为什么要让奶哥进去屋子里面被炸死。来马来西来来。一定会有的，就不用怕。好了。夹子放。其实如果你没人顾的话，放地雷比较好。对啊，开场做个火堆就可以流浪啊。好了，走吧。啊！
对，七。你们在干嘛？剩三分钟，你不聊了。脑筋，好了，不要再走了。脑筋，你这不在附近放几个人？脑筋。到底不到底？全场，这里刚才放了白放。好了，不要再动了，全部退后，不要再动了。脑筋，就不要再动了吼哦。好，退回来，原路退，刚才放了。三个北七。三个北七。快走，快笑死！这边浪费一分钟，然后这个留着，你这边假。算了，走吧，先回家，太冷了。糟糕，时间应该来不及，全部被踩一轮欸，我都觉得是，快笑死！直升机要有人启动啦。如果奶哥死的话，他其实就变成是两个行动，一个哎来了，小心，皮弟，强占，要管他，快去启动东西了啦，还追？我敢说这三个人活不过今晚，他们活不过今晚。哦。倒一个，蓝城太远了。一个来救我！小心他！哇，三枪猛！有了，救起来就猛了。打三胜，剩一分钟还要打。哦，这一分钟别打了吧。也要救啊！啊，厂里面哇，皮弟一个厂倒了。好了，他倒了，先救。但他赢了，时间该来不及了。他赢了，先杀他。留在冰天雪地吧。枪毙他，枪毙他。直接冲不行吗？枪毙他。你们走不了啦！直接冲，呆兽来不来得及？哎，奶哥没死。哎，大家说你比较熟路，你直接奶哥没死啊，不用管他了，直接冲去直升机，我回家帮你们开。他刚才躲在这里，啊、又爆了。皮皮刚才躲在这边，奶哥没死，所以奶哥在上面，笑死，被驱逐有屁用哦！奶哥整场边缘到底，然后我们去杀了奶哥，哎，我枪还很多啊。皮弟八七，死气吧！皮弟八七，结果你们前面竟然没有枪哦！我一回去我就做一把枪了。我没做啊，我把它全部都拿去那个了。我刚杀你的时候还才要夹子，超蠢，超蠢。那不是你自己的吗？不是，那我放了，就后来我以为不要踩到上面就不会中，就走到边边我就被拉过去了。会啊，走到边边会中啊。他判定范围也太大了吧？所以就八七啊。而且重点是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血那么少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他血那么少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刚才在那个无限电塔放夹子，然后他们自己全部踩过一轮。他们刚才要走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踩过一轮，然后夹子全部都跳起来了，然后大家血都没了。我夹子是定好在补熊啊，然后我把他夹子偷走。他躲在那个洞里面，真的是超肥鸡，躲在洞里面哪个人呢？到底。奶哥从头到尾都被门票，他不敢回来。不是，我现在还可以吧？不是吗？还是我们直接死掉了？应该来不及，因为他现在超级又踩到夹子了。对啊，背叛者有斧头就跑跑看吧。我这边等奶哥。奶哥怎么不见？我快死掉了。哪个在哪里啊？我也是啊，没了，我已经躺了。他也倒了。所以这真的是智力测验哎，考才190分。啊！耶！
烂游戏，可是我命就杀那么多人，为什么？定好，呆呆兽，刚刚全场八千多个人看你们一直踩自己的脚，想不到吧？七，德鲁伊什么？可恶，好想当坏人啊！让我当一场坏人，你就知道了，把你们弄爆，我就要把你们弄爆，让你们生不如死，死不如生，生死不如。可是为什么刚才一直断线？这游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就三不五时就断线，三不五时就断线。所以说啊，生存游戏会玩就没什么难度了。87。死不如生啊！就是死了还被我们去鞭尸之类的啊。我跟你讲，新手连续两场都玩到背叛者，你们死定了。最好不要让我当坏人。好了，好像没赢过。有啊，好人刚才上场赢啊，上场好人赢啊。是坏人吗？我是好人。来，先按这个啦，不要每次都先踩石头哦，先按这个是有困难哦。对啊，我先做那个取暖工具。哎、欸，不要靠太近啊！等等，这为什么每次都一只熊啊？来，往！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！快、欸！有没有跟我走的、啊？在哪里？你在哪边？家里。走啊！把这个对啊，记得接任务哎、欸，接任务可以加那个钱。来吧，W 往 W 走。哎、靠，还有熊啊！哎，绕一下。什么东西？电路板。不是，我说奶哥讲什么？我往 N W 吧。W 啦？什么 N W？ 他都往正左方，你往 N W。啊靠！这边有熊。哎靠哟！帮我按一下。那、啊、现在谁不在场的、啊？等下我们先回去票他、啊。有是有啊。有什么吗？快死掉了，留点东西给我吧。啊！没东西了，跑！哎、欸，要不要先点个名？不在这边的话，先把他票掉啊！哎、欸，熊我来了！熊啦，要死啦！这又来个 PD， 走！等下，刚才谁碰箱子 ？PD， 你刚才干嘛？我打不开。哎、欸，对。开了，留点给我。外面还有人啊，让我做把枪防身吧，不然我不想被皮蒂杀死。我不是坏人哦，你很可疑哦。
你刚才杀我还可疑。啊，就不要把上一场恩怨带进来。四号，哎，找到电线杆，电线杆。等一下，敲一下这个四点东西。电线杆，电线杆。好了吗？方向吧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，对对对。缺什么？掏什么的？还缺三个那个齿轮。缺齿轮哦，大家说我刚才我刚才帮捡两个。哇，我很多，放心。有了。来来，点西施。快冷死了耶！等一下，我做一件事，我放个东西。走啊走啊！哪个人想干什么？背叛者哦，他放杂志啊！不会玩才这样讲。哎、欸，我先回去哦，我快冷死了、哦。我先回去哦。好好好啊，这有传送门，你要不要按一下？说不定你可以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要补血包。我们要补血包。好啊。我这有两个。先回去吧，先回去吧，大家要冷死。啊，我猜。哪个要走传送门啊？不知道、啊，我问你啊，你说不定可以进去。我不行啊。我也不行啊。哦，为什么这样？又要熊啊！怎么熊又来啦？为什么它是亮红？它每一次都要开、啊。定位器每一次都要开、啊。定位器每一次都要重新刷一次啊！哦。来，各位回家辛苦了，肚子饿了去箱子拿食物。为什么刚刚你不在？对啊，采食物啊！废话，你会看到。还有一堆食物在箱子里面，借我用一下。我做了斧头，做错了。为什么做斧头啊？我做了三把斧头。你做那么多斧头干嘛？我没有让斧头帮吗？不是要先票人吗？票谁？谁不在？他票谁？来斧头验一把哦！哎，工作台借一下。要去开那个，这太安全。哎，有补血包吗？我剩下两滴血。哎，工作台借一下。有没有多的那个、啊、零件啊？我想做把枪。老大，你有多的补血包吗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有那个枪的零件，要不要？等一下去外面拿那个白色的花就好了呗。我食物放箱子里哦。谁做那么多烟雾弹呢？你们可以去开那个塔了没有？哎、欸，我先开那个定位。不行，我一直在想，哎、欸，现在开一下。可笑死！为什么做了那么多烟雾弹？右边，右边。一方向。谁做烟雾弹？刚刚谁做烟雾弹？我只快笑出来。刚才老大在工作台一直在走来走去啊！不是，我根本就没用到工作台，好不好？刚才一直有人在用工作台啊！到了谁边？可是我刚才在到了，抓到了，就做烟雾弹的。哎、欸，我刚才用不到工作台、欸。你有搞什么？妙。我们的油都变成了烟雾弹。幸好你有稿子吗？没有。到什么弄啊？就把稿子拿走了。
真的很好笑，防防身哦，真的很好笑。你家里有啊？不用全都踩，太慢了。没有啊，食物也没有啦。吃光了。好，这边有熊啊！哦，一方向啊。哎、欸，被破坏了，被破坏了！来点名，点名，点名，谁不在家的？来回家回。来，我在江上面，我在采那个补血的那个花。好，不管不管，跟我进来家。好哥。我刚才跟大家说，一起要往东边走。是地根麋鹿比，对。为什么麋鹿比吧？是麋鹿比。为什么外面一堆工具被乱丢啊？没有啊，就我刚才做错啊，做了一堆石头啊。我也觉得我做的。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我只是比来逃。没能帮忙皮妈红包，现在帮老皮小补血。换拳比较有可能。先回复麋鹿比的，不然的话，可以一人放三个吗？太近了，不太可能逃回来。那一人三个啊，这样子。他、啊、两个都会去吗？我觉得他们两个哎、欸啊，那这样刚刚好啊，一人三个。没有。哎、欸，谁？谁把那个啊？谁把那个换血给那个啊？哦、啊，这样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好、啊，不要再弄了。你把换谁？刚才谁弄掉了？他说在下面啦。不要骗哦！小偷，不要骗！不要骗！不要骗！哎、欸，谁有那个枪林剑？哎、欸，谁那边弄啦？豪哥，豪哥，你为什么要取消？开门啊，兄弟！我都跟你说我在上面采那个白色花，你还不信？闭嘴啊！所以到底谁在外面啊？刚刚被他换血了，换成消失的追寻的啊？开门！他在旁边换消失的追寻吗？我就在旁边呢。开门！可是现在到底谁在演啊？我可以上面踩花，我刚刚被熊吹啊！我去踩那个，感谢 Kevin， 踩那个跳啊！我想要做那个伏特加，不是为什么你豪哥你要放他？这几个人很快都，那他不是在旁边吗？有声音啊，声音很像啊，声音都一样啊。没有啊，他不是在旁边，他只有坐在角落上面，在下面那个角落。哎，我跟你说。好，那不是那个麋鹿比别让他进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刚刚上面药草是我采的，我做了两瓶伏特加，他说去采药草，去哪里采的？对对对，没错。让我进去了，所以把他打死好不好？不要斧头啦，一人一个斧头去把他打死。谁丢的？好，丢烟雾弹啦！哦，那个六颗烟雾弹丢啊，三颗烟雾弹。谁做的？麋鹿跑走了。那先砍他，先砍他。不是，做人先去，走，砍他。快来这边。不要浪费时间追他，不要浪费时间追他。要不然现在，要不然走啊，先东边。定位先开啊，定位。开了，定位已经开了，东边啦，东边。哎、欸，定位为什么被关了？没有，每修好一个都要再开一次。东边。哎，走，你们去。你为什么不跟来？没有两个人去。啊，豪哥，我们采矿，我们没有资源。两个人去做，做那个土蛋吧。做什么？你去吧，那个我采矿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哎，我现在家里。好的。我也都没有啊，没差，先走啊，先找啊。哎，你把枪打死好不好？放置。我先做一下枪，我去做一下枪，等我一下啊！逃生舱我一直不知道要干嘛哎、欸，因为上次拿个，那是不是可以给一个人跑走啊？你们要先过去找那个塔，你看他缺什么吧。你先过去找看看塔，然后看他缺什么。我去挖石头，等一下我去挖石头。
欸，谁地上谁在乱做东西啦？东西不要乱做哈，不要东西做出来就说乱做的好不好？谁放我进去啦？来来来，出来了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不要不要！你这个资源小偷！谁拿出我的资源呐？给你们食物嘛，给你们食物嘛，干嘛打我、啊？不是，到底是谁在那边弄？哎呦！你枪给我，枪给我，拿枪发给你。哎，不行，我觉得真的里面有这有问题耶、欸。光了啊，会掉了。再说你发条还给我。为什么都被？不是为什么都被拿了？怎么被拿？东西被拿了。不是啊，我那个发条跟那个电路板都被拿走嘞、欸。我刚才发条，我才刚放到箱子里面去，直接被拿光。拿走，刚才是怎样？为什么？因为大自然真奇妙，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。肉哎！再找一把枪。戴寿，戴寿，你那边还有齿轮吗？哎、欸，谁投票？谁投票？你那边还有齿轮吗？没啦。啊，没有，我在里面放两个齿轮。我就把东西先藏在那个箱子里面，不要放家里面了。其中肯定有阴谋。对，我刚做出来的齿轮马上被别人偷走，是这样。绝对是有阴谋的。我的，给你啦。不是，这家里面这么多把斧头是怎样啊？谁做的？这真的超夸张哎！不是，这斧头到底谁弄的、啊？为什么头发那么多？为什么那么多斧头？这是超浮夸哎！到底是怎样啊？他死掉了吗？他还对提示说他是生存者，所以应该还有别另外一個不是他刚刚做逃生枪走掉了，应该是他哦，他所以他已经他已經逃走了，找一下看有没有那个吧。哦，哇，直接绕跑哎、欸！哎，这间，有东西吗？有东西吗？只有果子而已啊。什么东西？只有一个果子。哦，果子哦，这被他捡过了吧？应该吧。都没有哎，在哪里？这边好像有塔。哎，被锁住了。绕，只能绕啊！我觉得应该是在一方向，我然后往那边走看看。哎，这边，有了。好想捡哦、喔，可是他在我旁边，我都不敢捡。有油，来送你要不要食物？这给你吧。我有一个莓果。哦，那我要吃掉。这边有补血的，都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到底啦，那可能要上去上面吧，
有点冷。我觉得我要取个暖。你还有剩多少暖啊？一半。那我先回去哦，不然我真的要死了。你没有看到电线吗？没有啊。我有带那个药草回来，你要吗？靠，还真的跟很紧。给我吧，你或者你放箱子。我自己被夹到了。Hello。Hello。你刚去哪里？我刚才去。拔药草，然后呢？有没有铁？我去 W 方向拔药草。这个铁哦，这不是石头哦。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我一直以为是石头。铁要干嘛？老皮人还有。我从头到尾都觉得老皮怪怪。他刚才干嘛、啊？我在旁边做超多。我在旁边砍木头啊，取暖。你在那边？他真的很怪。我也觉得怪怪的，你看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好，一定是老皮有问题。你看老皮从头到尾都还在啊，然后现在还没有修好是怎样？他有问题吗？对不对？刚刚你们有谁跟老皮一起行动的吗？打来手啊！先回家吧。我刚跟呆兽一起行动哎、欸，死掉了啦！你们有对讲机吗？我们用对讲机讲好不好？好啊，我的是蓝色的。有谁拿蓝色的？我拿蓝色的。怪不得你一直说是我，原来你是鬼。还好我逃走了87。我们换黄色的好不好？好啊。喂喂喂，没有人。喂，但是我找到了，我找到那个设备了。这么冷，你还出去啊？我刚才直接带木头，不然时间不够啦。我带木头跟柴火出去啊。你们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出来的时候有没有？你就先往下走到底之后，然后再往右走，就可以到一了。不然那边没有路，我们刚才那边走没有路啊。油料够不够？我身上有两个。喂喂喂，我这边有两个油料，靠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救命哦！干个屁哦！哎，我找到了啦！找到那什么材料？那什么材料？有有有，走到底，走到底一。你先往下走，走到底。往下走，走到底，然后再往东边走就找到了。
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，应该是暴露了，应该是暴露了，所以你不说而不休，把它给破坏掉吧。然后在路上看能不能，反正我现在也不要回去了，因为我现在东西够，空投已经拿到了，东西已经够了，不需要再回去了。你们到了吗？在路上了，在路上。无线电，它是占无线电格，没有用。哎，干嘛啊？老皮开箱，老皮开箱。Time to die， 哎，哥安安，我是好人。我有六个。差点被炸死！没有，我先找医药包。有没有草啊？他被我们用了，还剩下三分钟。我等下把它换黄色，我等下换黄色的好了。我现在先找医疗的包啦。好像是在那个 W 方向吧 ，NW 吧。监听线索已上线。可是我不确定哦，因为我刚才过去找没有找到哦。那我往一走。药草党还没复活啊。这巨枪远距离一枪就死，欸，好像有点猛。还是哪颗血量本来就比较少。那我鼻子下面，他刚刚说他往下找，你跟他分开，这样比较容易找到。我觉得上面没有，我们回下面吧。回下面吧，又不在这边，我就没走错了。笑死。靠背。弟弟，我们上面应该是没有，我们往下走。好好。我觉得奶哥应该是死掉了。奶哥是不是又拿麦克风啊？
PD 发现，我有听到他声音，不过他应该死了。PD 发现了。那如果他拿黄色的话，那我们不就？聪明哦。PD 怎么那么聪明？补完血就把他们杀光吧。哎，我换蓝色的哦，蓝色的哦。好，我们没有蓝色的。好哦，蓝色的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蓝色的，蓝色的。刚好两个我都有哎，怎么那么巧？我带我们走，带我们走。这是我的队友呢。美国狙击手，他应该在附近啊，可是不知道在哪里，感觉应该不在屋子里面了。一定呢，一定呢。皮在我这边。冰棒狙击手，而且还是那种最胖型的。你在我这里啊？他们换蓝色频道了。冰棒，哎，我找到了，你都不相信我哎。应该是他死光了，我只杀了一个，有点可惜。其实拿狙击手、狙击枪还蛮不错，因为你远距离杀人没人会发现，狙击枪还不错。舒服哦，你们死了吗？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？可恶死了！他哪还活着啊？在这边啦！嗨，你好，我病入膏肓了。来，来，收安安。PD 嘞？磊哥，你知道其实刚刚他们有觉得你是背叛者。我的天，你们真是不是啊？被休你们还是要过来啊？好爽啊！在那里规则，然后我就看谁会来破坏啊！好爽啊！你这个背叛者！好爽啊！我们都不做事啊！你们就是那种玩生存游戏里面都不做事的那一种哎、欸。谁不做事？谁？不知道你们没有来修电塔，修那个啊？电塔。不、欸、好了吗？我看到那边是修好的啊。主要是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刚才啊，所有的材料都被我拿去浪费。然后我刚才 B
边浪费边笑，我刚才真的差点一度穿帮啊，穿帮，因为真的太好笑了，到底谁那边浪费资源啊？然后我刚才直接把整卡车的老皮汽油啊什么东西全部弄掉，老皮干嘛？干嘛？怎么了？跟你说，其实刚刚那个符号是我做的。你刚才那个被那个地雷炸到是扣多少兵器啊？炸到扣一半啊。扣一半，所以对啊。哇，你刚才一直在补、啊。对啊，我刚才一直补啊。我想说，你不是被、你不是被夹踩到夹子？夹子多少啊？坏人夹子好像四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吧？啊，那么低哦。夹子本来就不是、那個，而且重点是夹子怎么讲？你拿了夹坏人的话，坏人本来的血就比较多啊。对啊，而且你们刚才知道吗？刚才家里面仓库所有东西都被我拿去乱做东西。我刚才出来、我刚才全部拿去做烟雾弹。我一开始都讲了哈，都没人要支持我，我就只有两个在。重点最好笑的是，你们房子拿到东西，我全部把它拿去那个山缝里面丢往里面藏起来，然后我身上就全部空的，然后再拼命捡、拼命丢、拼命捡、拼命丢，所有的资源都被我丢光了。所以奶哥你也不能怪他们，因为他们完完全全没有办法，他们连东西都没有。你有没有找到？你有没有找到我放在那个小木屋的那个补血包？我头部我全部嗑光。啊，重点是幻玄跑哪里去了？你怎么没来帮忙？我在破坏塔的时候被哪个打死？你那个行踪太可疑，我就直接二话不说直接飙下去了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哎呦，好爽哦！我这个叫做游戏谁都不能，我这叫陪玩型坏人，好吗？蓄力量太烂了，不然我有机会把哪个打死。陪玩型坏人，标志感摧毁可以获得额外的木材，哦、真的哦？哦，标志感可以破坏掉哎、欸。原来如此，标志感，就等一下，如果当坏人就把标志感全部弄坏。我去做我的斧头了。我是好人，走啦走啦，打开打，跟我来跟我来。为什么永远都有人一开始就看敲死？我要做斧头。跟我来，跟我来，来来这边这边。有两个人在家里采资源啊！我要去拿任务。啊，我采，我又没开到塔。哎、欸，先拿任务，先拿任务。哦，这里有。哎、欸，靠飞哦！你那个任务没有解掉。来，开开开开。这游戏先杀老皮就稳了。先杀我就稳了。屁股熊安，这边这边这边。跟我来，跟我来！哎呀，这边应该是要走桥啦，有没有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来来来来来！你们在哪？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往左，往左。队长相信我啦，我真的是好人，好不好？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这边三个，这边三个。为什么我看到你的头上红红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人呢？只有坏人可以看到坏人头上红红的，所以你是不是坏人？不然你怎么会看到我头上红红的？我觉得你头上红红的，我下面红红的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有点帅，这什么鬼啊？遗迹哦。哎、欸，这里，开吧！有了有了，哦、这个是捷径吧，对不对？再往上点看看吧，看有没有回去吧，还没啦，这么快就回去，先找一下吧。找电塔，太快回去了。这边这边，找电线，找电线。好像都没有。上面在有熊，应该还要再往左下一点点。因為剛剛嗯，我觉得应该接近 W 方向。哎、欸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开开开开。
有没有帮忙拿的？有，你们东西很多，帮忙拿一下吧。我拿不动，拿不动了。那边还有那个两个金属轮。来来来。哎、欸，你把夹子放、那個、来来来，找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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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在箱子旁边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把它放到那个修理那边比较好。为什么电线是圆圈啊？我还差三个，还差三个，放进去里面。我身上有，身上有，我要来了。好，修复修复。哎、欸，还差两个。我有，等我等我。我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放。哎、欸，不是有。好，走走走，夹子放一下。哎、欸，哪个夹子放一下？哪个？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。我觉得哪个怪怪的，他讲话都不讲话。靠背，我平常的你不是那么天道、啊、不是那么少话的。不然我要讲什么？不然。好，你唱歌啊！一起去探险。我一开始有对讲机吗？一开始。哎呀，脾气怪怪的哦。为什么刚才奶哥一瞬间手上拿了蓝色的对讲机？什么对讲机？对啊，至少会拿到手上。他是狼。爸，帮我剪一下那个好不好？在那里带风向，你们是不是怪怪？我现在觉得带风慢带风向是很怪的。哪个握手上对讲机？啊，终于有走走走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哇哟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很多汽油你们都不拿，等一下汽油哎、欸。不一定哦，买了买了，不一定不一定。我有六个汽油啦。欲盖弥彰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掉下去是不是会死啊？不会啦，你跳跳看啊。没办法掉下去啊。我在我这边，在我这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开木枪，开那个弩。啊，豪哥，豪哥，走走走走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他们两个坏人。要人死的。抓他们两个坏人啊！然后我要多做了一个那个斧头。对啊，我不是一把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个木屋，有没有跟我去开？要三个。下面。现在修正下方。我先去那个停机坪看。迷路，走，我们去开木屋。有没有食物啊？借我吃一点。等我一下，我再弄一个。我在弄我的耳机，有点坏的。老大，我可以想。啊，老大，可以。我没食物啊，我快没血了。哎，这下方有个木屋啊，有没有人来开？我来开，要三个，来差一个。你上面的、啊，上面有两个的、啊。皮皮怪。好、哪个？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开那个门，开没有？开那个信标。来一个人，我们去开木屋。来一个人，我们去开木屋。下面有一个，来，先帮忙开这个。定位器啊，定位器。啊，好，熊，后面有熊。哇、哦，妈，这么多，这个熊。哎、欸，这个熊在那边抽风，就要食物，快饿死了。木屋在哪边？哎、欸，你干嘛把石头干走？哎、欸，我快饿死了。下面啊，有木屋要开。来。快死！藏在这边。靠，被干走了，剩下一个。哎、欸，有没有跟我走？我们现在要去 WS 方向。等一下，老大，这边，来，跟我走。有 ES 方向木屋啊，差一个人。WS 方向 ，WS 方向。来啊，不是 WS 方向，走啊。哪里？你们在哪？皮弟，你没按啊？皮弟。哎、欸，我按不到。
他在骗，他在骗，按不到你是不是坏人？哎、欸，那个，我把我身上东西缴械好不好？可以相信我是好人吗？哎、欸，东东西捡一下，东西捡一下。修东西要什么？修东西要什么？哎、欸，老大，你不是说你没血了？你们先去看吧，你们先去看看要修什么。哎、欸，这是要修修要什么材料？你们先过去看，先过去看，你们先过去看。我中 bug 了。过去看修要什么？暴风雪啦！修嘞！暴风雪不能修，你就暴风雪去啊！你就滑死、啊！翅膀很多的，可以的。我快饿死了！哎、欸，先回来木屋点名啊！修，我被熊追了！啊，我回去，等我。一二，幸好不在哦，幸好。定豪不在哦。定豪不在吗？为什么定豪不在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定豪不在哦。剧组。然后剧组定豪，为什么有人投皮弟？你们这些人，三个就好，三个就好了。等那个暴风雪消失啊。有没有要伏特加？我这边有两瓶。有看到卫星炮吗？食物你有吗？伏特加可以补充那个食物。那你放箱子我拿好不好？老板放地上好了。地上。我放箱子，我放箱子拿。有人会看，有人会抢箱子里面的东西啦！不要。没差，你就拿去喝，你就拿走啊。我说，万一里面有坏人，不是把东西都搶？我把资源拿着。我拿着。我先做一个无线电哦，我做什么颜色的？玩直网，做蓝色好了，我刚捡到，那我做一个蓝色。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来。好，无线电告诉我。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哎、欸，有没有无线电给我一个好不好？给我个蓝色的可以吗？好，给你一个，给你老皮。给我。好，蓝色的，OK 哦，蓝色的。在哪里？没看到啊？有吗？哎、欸，没有啊。我丢出去怎么就不见了？没有啦，你没丢出来啦。你为什么要驱逐我？可是我无线电不见了。你也在不在？哎、欸，被谁捡走了吗？你们为什么要驱逐我？因为你刚才不在、啊，太久了。刚刚你不在、啊，因为你坏坏。来，这边。刚刚说好要去 WS 的，我去找了一圈，你们都没有来，我还在外面困在外面，结果你们把我驱逐了。这就是宿命啊，人的可怕之处。哎，奶哥跟你跑啊！拉我一下。为什么又是我？靠！这现在是怎样？不知道。啊！狼！奶哥是坏人，奶哥啊！拉我！奶哥跟定好了。烟雾弹，我被狼追了。就是呆呆说，为什么是我？哦，奶哥呆呆说坏人。拉我！怎么可能？啊！我被狼追。奶哥奶奶都是坏人啊！啊，奶哥被狼咬咬倒了。好哥，先回来拉我。好哥，先回来拉我。拉我！塔下，塔下，就你，我就塔下。我的太好了。靠！两个倒了。等一下，两个倒了，两个鬼都倒了。现在狼在追我。狼。老弟，拉一下。先杀狼，老大，枪先杀狼。我快死，先拉我兄弟。那个快死了，先拉。先拉那。靠背。我把那个想靠背的射死。我要倒了啦。有谁要补血的？我要，我要死，我要死。开门，开这个门。来，过来了。迷路，过来，这边。我开这个门。补血的吗？我受冻了。那个火把。你回家下面左边的那个，这不是。先走。我先回去补血啊。
补完血直接往下走吧，去看。突然开杀惹，突然开杀惹，不是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啊！而且重点是我刚才不知道什么枪不能开枪，超呛的。食物有没有？先给我，我现在完全没有东西可以吃了。我有一个肉，先回到木屋吧。而且重点是因为我那浮油炮的关系，我现在中 bug， 我什么都不能按。肉帮我煮一下，谢谢。靠杯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能按了。因为我现在中 bug。暖汁满了，直接跑回家好了，不远。你到哪边吗？谢谢。靠，那肉怎么在飘啊？天空为什么有肉在飘？那、啊、你们要先往下走吗？有熊，可以驱逐奶哥吗？哎、欸，奶哥没死了吗？奶哥没死吗？那现在是谁还活着？呆呆兽坏人，呆呆兽也死了。看投票，那就都死了。呆呆兽还活着啊！他刚刚有讲话、欸，他还活着、啊。他那个是他倒了，他倒了，没人拉他，所以有没有食物啊？我们快要那个，是不是我可能那个有一个没有杀掉，我不确定哦。那有个杀掉，然后卡 bug 了，我不能投票。我也卡 bug， 我这有个机器零件，谁丢烟雾弹？谁丢烟雾弹？按错。OK， 没事。哦，好，没事，迷路。吓死！他定好嘞。没有啦，应该坏人死光了啦。走啊！然后我要去完成任务。走吧，完成任务啊！打那个啊，不是、啊。好 ，OK， 你走，一起去。就是往飞机那边走吗？不是那个吗？不是 WS 啊，不是飞机。那飞机只是给一个人走而已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我就走了，谢谢。我就应该 S 方向。你把东西留下。哎、欸，那一个人要逃走的，他是不是坏人？不是啦，可以逃走就不是坏人了。哎、欸，我怕门打死呆呆兽跟奶哥、欸，应该是我逃走。那你物资留下来啊？有，我丢了。不是你太快逃走，你那个分你越来越多了。没关系，我杀了。我的感应炮越来越多了。谢谢。感应炮增加。我就可以退。你快点啦！哎、欸，跟我来，我们赶快把东西上手，跟我来。所以要什么材料？我这有四个那个电子，没有，先过去看嘛，先过去看，来，跟我走，来跟我走，带路。哎、欸，可是如果有食物，我要打一下，不然我快饿死了，然后我要被熊追了。你在路上先打，不然你把吃熊肉啊。这边食物的话，在这个方向。我靠呗！你看到我身上的东西吗？你说你拿着的东西吗？我身上有飘东西，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你同时拿着枪跟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头上还有两个，我头上还有两个金属齿轮。哎、欸，我卡一个 bug 超强，是我整个人头是往后看，然后我的脚是往前，然后枪往后。这边，往回走。时间快不够了，我们一定要四个一起逃走。往回走，看到我吗？还跟我一下，我要解任务。什么东西？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他要我打四个那个高那个字牌，等下会遇到啊，等下会遇到。快，没时间了。其他人呢？后面，他们都在后面。在后面啊。为什么你的枪上面有这个油桶？我头上还有米奇嘞，这边高字牌，这边高字牌。我叫我打。还有米奇嘞。那你有看到我吗？没有，看不到。我看你很正啊。有路被卡在那个图里面。等一下，我先拿食物。那你等一下跟着我们走。应该在这边吧。明
迷路你看。好，我现在在附近，开这个吧，先开这个吧。皮蒂难得不是坏人。我就说我不是坏人哦。你刚才是啊。不用不用，等他回来捡。反正等下如果缺材料过来拿。你们还能值还有吗？啊，先你们先上山，你们先上山，快到了快到了。不要踩水不要踩水不要踩水。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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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要什么东西？油桶油桶油桶。我回去拿哦，你在那边等。油桶油桶要油桶要油桶。要油桶啊。对对对对对。沿着那个河走就可以找到了。应该够应该够。然后可以回去打电话。然后就然后再直接过来这边就可以平安的离开这里了。三四六九，够，刚好。哎、欸，老大要取暖吗？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取，等一下取，等一下取，先不要浪费，先不要浪费。啊。啊，这个电子废料没用，我就丢了。对，没用了，没用了。你帮我收集点食物啊，待会可能需要点食物。好。迷路，你采食物。OK OK， 要回去打电话了。对啊，你可不可以先开那个火给我？他好像是开那个雪地车，因为他每一关任务不太一样。啊、我去砍木头。哎、欸，这个不能砍，可恶！走走走，快快快！你要先生火。有点惨，我现在一直在扣。快饿死了。这边有食物可以捡啊。柴火不太够哦。你们谁有那个无线电的？蓝色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都没有无线电。都没有无线电吗？那我等下做一个。走咯走咯。食物有吗？比你多的食物。吼吼吼吼！来来来，走走走，先跟我走，先跟我走，啊、快点快点，快没时间了，回家，直接回家，直接回家，迷路，走了走了，迷路。还好是已经他们全部死光了，他们我等下先回去做无线电啦，这样通信比较方便。被无视了，我要被死胖子。没关系啊，那我们都走在一起就好。别这样啦，别这样，我现在很紧张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等下看好不好？他们跑太快了，他们上面跟着跟着路走，跟着路走。重点是你该把路标全砍了。你该把路标全砍了。到了，我看到家了。老马，老马，坏人。我所以是死了，还我害人。所以我现在不用看路标，我也找到家了。他当然，他这个是有限时间的哦。对，睡觉了吗？好，走，地上都捡一下，地上都捡一下。无线电捡一下，捡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就是完了。这里，捡一下，走，快点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快点！外面下雪，我们直接冲一波。Let's go, let's go！ 捡不起来啊！捡不起来啊！不捡不起来吗？快点，直接跑！走！跟紧一点！走！来！为什么你可以跑那么快？
对啊，胖子灵气，胖子灵气。跑那么快是怎样？原来是会灵活的胖子啊！太灵活了吧！太远了吧？为什么老 PK 跑那么快啊？到底？超快的，商场跑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不在这里，另外一侧、啊、另外一侧，太错路了啦！欸、没关系，时间够时间够，我们回去看地图。不行，我要饿死了！你这个裹着打一下打一下，没关系，直接拼了！不要不要不要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好，直接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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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不了再……你们有办法生火吗？有办法生火吗？没有，刚用掉了。完了，先回家吧。先回家，我觉得先回家。哎，雪停了，雪停了。来开这个，我们开这个。车好像要走了、欸，无线电捡不起来、啊，靠近你可以捡得起来、啊。哇，你有吃的吗？我快死掉了。我把它放仓库，我把它放仓库。啊，终于回来了。箱子里面还有一个，有吃的吗？有吃的吗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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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，先走了先走了，去了。I hungry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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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食物，这边有食物，这边有食物。快了快了，直接跟上，直接跟上啊！直接跟上，直接跟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车要走了，车要走了。没有啊，你这个不是也是错路吗？没有，这边是对，这边是对的。跟上，跟上，跟上。跟上，快跟上！我快看到车了，你们跟上了没？难怪刚才那个就是有人在按准备起飞，王八蛋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所以难怪有赛上不去。在这啊！对，我盖被卖了，机车。知道之后真的不爽。等我，快点！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剩一个。快点，快点！剩三分钟了，赶快！他们好慢哦。我要卖你了！到了没？到了没？赶快啊！你是不是没有无线电？88,888。剩两分钟我们就走了。88,888,888。没有无线电啊！完蛋了！完了完了！我们等他最后的30秒。
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任务是要跟三个玩家一起走、欸，哎，不行啊！我觉得他迷路了。等一下，我会死在这里啊！我觉得他迷路了，行不行？脚印消失、欸，哎，他应该找不到路吧？刚才不是跟他讲右下角吗？快点，快点！我们等到最后一分钟吧。我下去找他30秒了。你在哪里？赶快！你在哪里呀、啊？车要走了，快点！车要走了，赶快！迷路！你人在哪里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在哪里？山壁的另外一边啊！你走到哪里去了？迷路，你要先往那个 ES 内阁走，然后再往下。你要先往下走，你要先往下走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在哪边？在哪边？来不及了，要回头！老大，回头啦，来不及了！迷路迷，快点！你人嘞？你沿着石箱走啊！回头了，快回头！你沿着石箱走，来不及了，快！啊，迷路嘞，迷路嘞！迷路，迷路，他迷路了，我们不能等他了，快点，走走走走走。这个没办法了。朋友，快点，快点走！我们会想你的。我怎么觉得我们自己也快狙了？我们也要狙了，快点！下面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赶快冲，赶快冲，赶快冲！快快快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！走走走！车上啊，他是叛徒啦！这是北蓝呢、欸，自己上车。他是叛徒，不是他自己上车走了。靠，这是机车哎、欸，王八蛋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我想要爽快的死去！杀了我！啊！眼前一片黑啊！fuck！ 想不到啊！汽车，哎、欸，真的很贱呢、欸，这真的超贱的，可恶！我想说过去过去救他，我不能让你们冷死，只要我先把你们杀。好，我觉得我的血啊、好冷。走好一起唱，朋友一生一起走的。所以米露米是坏人哦、喔？不是，没有啊，他自己逃走而已啊。他只是一个米露米，他是被孤仔。我很 carry， 我杀掉你了，那么久还下去找你。这波操作都可以拍成电影了。XDD 比不是鬼脚灰的灰哥。灰哥，哥是哪个哥？三点水的哥。真的很机车哎、欸！重点是我们刚才就真的是想说啊，这个时间快要来不及了，过去找他好了，结果他直接跑掉。我先开个箱啊，我上厕所。哦，狙击枪 skin。我是麻将好帅啊，这个。来来来，刚才不是有一个头发吗？新头发。哦，帅啊！你看看你，算了吧。下一场知道要票谁了吧？等一下，我看我开始弄死他。
我跟你讲，他一开始就弄死他，不用多说了，好不好？这种人，我们担心他，然后冲下去找他，结果他自己一个人跑掉，而且他还故意，他故意选在我们准备要上车，他已经看到我们了嘛，然后他就故意按那个，太冲动了，太冲动就是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你刚刚那么早摊牌啊？你们刚刚摊牌太早了。没有，我就看到那个皮，不是，真的不是。我就看倒皮有成，我就想要先把他们干掉啊，结果不要解释。没有，没有，你那个什么，我有枪啊！你一开枪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反击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就是看到你们两个有枪，我就先把你们两个干掉啊。哎，定好嘞！哎，我 carry， 我把哪个定好嘞？没有很优势。最 carry 是我，没有来，可是被狼咬死。豪哥，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杀掉，我是被狼杀的。不要装了，不要抢功劳，是狼的。那这样我们缺一个哦。哎，老大，定好说叫你们玩，他说他不能用麦了，不然你要买块。好啊，买块啊！老大，你看迪克，老大，我知道，知道。我看到了、啊，他很贱，他还贴那个哈利波特搭那火车挥手拜拜的图，真的很贱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以为你们在哪另一边走了，所以我才上那个车的。没有，另外一边。我们回去找你哦。我要跑回去找你耶。然后重点是，我都到那个门口了，我都到门口，然后你还把车开走。我们就在那看着车子开走，他那个车倒数20秒，我一定跟老哥看的好。没有比做的好。看得好爽，我们看了、那个灵魂啊，还是赢不了嘛？对啊，有了，我要怎么让大家看那个？难得这场这么稳，做好米露比，我要让大家看看他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。说好的朋友一生一起走，我不想的。你知道刚才逃跑就算了，然后他还在我们这边 po 这张图片。我让大家看一下，他也在我们这边 po 一张图片，看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，有吗？会动吗？不会。你说呢？这样可以忍吗？是你忍得下去吗？超靠背的，真的是气死，好不好？真的是气死，他还在那边 po 图。哦，好啦，算了啦，等一下有机会把他弄死。太靠背了吧？这个图好靠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玩这游戏的原因。真的是气死！不想还缺一个啦，我上个厕所。200块。不会了，好玩就好了，好玩就好了。大家不要那么的认真，好不好？好玩就好，我们都没那么在意了。因为就朋友一起玩啊，我觉得不用那么在意输赢啊。有时候就是大家一起玩一些正常游戏里面玩不到的东西，其实也是蛮有趣的。神作，这部电影是怎样？怎么好像是某部电影里面出现？谢谢订阅，感谢你。某部电影有出现的吗？北七，下次就上车放夹子好了。不会啦，等一下我切一下，再缺一个啊。原本的结局太美好，这个版本的结局出乎意料的更好。哇塞，你们都喜欢看这种嗜血的。我们现在缺一个，我找一下看有没有人。
我看一下。你以为是《水浒传》吗？不，它是《无间道》看着看着怎么就哭出来了？哎、欸，还缺一个啦。没关系，米露比我们都懂，我们都懂。没有关系，没有。叫小草啊，小草不是有买？小草有吗？这个编。对啊，你叫皮弟叫啊。皮弟啊、哦，你叫小草啊，叫小草。那小草的话就不能讲话啊。哦。乌鸦王刚才订阅，然后他说：“哦吼，我看到了。”乌鸦王拍谁啊？刚才那个紧张哈，我不是没注意到，我是刚才真的是一时间我要思考要怎么做，我刚才很专心。哎、欸，老大 EDF 要出新的嘞，又要出新的了。对啊，新的看起来很帅。是啊。小草他说他今天去监禁了，他没办法玩。是啊。好吧，那。还是要先休息了，还是要先休息，反正都十一点了，早点休息好了。我喉咙还没完全好啊，所以我想说，不然早点休息好了，就先等我的喉咙比较康复一些，到时候再开比较长时间吧，不然真的不太舒服。我现在喉咙又开始痛了。好吧，好啦，不然就先休息了，好啦。今天先看到这边吧，那我们明天再来开台。那么谢谢各位，啊，明天找时间再来玩这款游戏，哦，真的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呐！手牌拿去大号，好，不能换个游戏吗？不行，好玩好玩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要成功玩杀手，把所有人杀死。我不想要就是大家那种冻死的结局，我想要让大家全部人死在我的怀里。然后我就抱，然后我就抱着你的尸体，身上还有我开枪打的弹孔，不然就是被我拿斧头砍断的双手。然后你要说我也想当好人这样吗？对，然后说我也想当好人，只是情况不允许，原谅我。然后你就打到地上这样，用细破中看着我。原来是你，你们知道第一场的背骨仔是我吗？我把那个飞机开走了。啊、哦，是啊、哦，难怪，难怪。我想说等他们的。你们都在当背骨仔哎、欸，哦，真的是，我以为那是有限时间的，就谁知道居然是背骨仔。啊，年后我想说还有十秒钟来得及，就他就在我的眼前把门关起来。真的很贱。没有，你们刚才那比较哭吧？所以现在不玩了。我是第一个先到啊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可以直接开走，我就直接按开走。没有啦，我 就先休息了啦，我先休息，因为我喉咙还没完全好。我们今天早点休息。好的，先这样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那大家晚安喽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拜拜，拜拜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，好吧？虽然我们被背骨仔背叛了，但是我还是相信这世界上人性本善的。但是如果当坏人的话，你们都得死。好吗？OK， 好，拜拜拜拜拜，晚安。